亚轩，谢谢。嗯，这个分名字吗？真深。哦，你们南方孩子可能是男色。是你的？我不是南方孩子。对啊，他是北方啊。你为什么是红的？因为我们北方啊。那也是北方。什么地方啊？人家山东嘞。那是牙签，你我也存不住钱了。要是我管的话，我就是 all in 了，就我不能。我花的可冒了。不能管钱。这个只是起一个造型上的作用啊。就是对，其实就是拎包的。反正花钱还是得问你们。问我们？问他们。那么男生队伍的会计财务在哪里？哪里？哎，你们队啊，每人三颗啊，请赏我一个呗。后面还有空间。好。给了，给你好吗？都有。哎，轩轩赏我一个，说是赏，是送的。轩轩竟然赏了，刚才薇薇姐说话了，都扣一个。是小费吗？小费，小费，小费是吧？只有你有钱。那个，那我跟你说，家长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你为什么要给他？不能给他。客人呢？我们赢的。我不会拒绝。客人呢？我们赢的。客人呢？不行，不行，请多给施舍一点吧。你们把规则当什么？多施舍一个嘛。你只能说。你怎么在外面那么容易被骗？因为我不该当这个财务。把小宋送走吧，送到隔壁去吧。我半年都没成功。小宋，你是送钱对不对？就是你送，是不是送钱？送财童子，送福，你就是福啊，送福童子。没事，给他们两个，我们也能。不要立 flag， 只有你了，小宋。我记也不好，只能靠你了。银耳，二号鲍鱼，什么鱼？鲍鱼。三号瑶柱。三号姚柱，四号一人，一人，五号哎对，香菇圆的，你这个大大增加了答题难度。画一个十号，再画一个葛根，十号葛根，你哎你来，葛根怎么画？你来，葛根来根儿，来个根儿。十五松子。十六，哎，十五啥？十六，花椒。十五是啥？菠萝啊。只有一次机会。十五是什么？他那看不懂。十五是什么？是菠萝吗？菠萝吗？不是。来来，这是你的画艺得到了认可，对不对？葛根。哦。什么？葛根呢？葛根。葛优老师。我看到了是葛优。等会儿还写的没有，这是葛优老师和一个树根。以上言论只代表宋亚轩。这种可以吗？当然，画画是可以，画画呀。但是为什么是葛优老师啊？那我们就是默契。使劲儿，加油，使劲儿。有六，怎么那么难弄啊？六。六六大顺，太好了！不愧是六哥的学生。我试一下。好，再来一下，再试一下。这是试啊，转啊，转，再转啊，转一半。等一下来的十名还是试名？那是不一定哦。要给了吗？好，这次可以给钱。这不可以，绝对到不了，不给。龙都被你们摇晕船了，真的是。你吃那牛油好好吃，谢谢。Hello。刚烤好的这个羊肉，谢谢。这可以吃吗？好吃，我刚刚吃了。这个是给你们免费试吃一下，但是好吃的话要给我买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没事，钱都在他那边。真的吗？他是最有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最有钱。好吃要买的。好，哎。本摊位迎来最大的压注者宋亚轩，十个币。你加油啊！十个币。哦，等会儿我给你加码。十个，一百个赔一百个。这个，我给你25，加油！亚轩，转个圈圈。龙哥送亚轩晚安。哎，南哥唱生生不息。哎呀，小宋，你这个是
可以啊，这味道好看啊。为什么南哥？你这个衣服很好看。我怎么？你这个好像围裙。像个围裙吗？啊！哇，你这个好玩哎。啥呀？你这个像什么？你这个像外套。不是。但我手好冷。他手很冰。手冰死。郭老师吃的冰糖。你敢往前一点啊？来来来，轩哥想请你吃东西。再来一次啊，在这里吃冰糕，吃冰糕，请你吃烤肠。哎呦，这个烤肠太新鲜了吧！南哥，南哥，请季老师。烤肠请问你？刚才冰，请我吃饭吗？冰棍太冰了，他现在想请你吃烤肠。你吃烤肠。说出三个最不想合作的男艺人。宋亚轩，宋亚轩，宋亚轩，你问，你看埋的最深的人，你为什么头塞进去？不是，轩哥来抽，轩哥，呀，这位歌手是三个字的人，哇，好有悬念哦，哇哦，他就是楚生哥，好，我。跟大冒险呢？大冒险还是真心话？你玩大冒险？大冒险啊！玩一个嘛！别吧，他大冒险都不好玩。真心话是吧？对。好的，第一个问题，第九期节目接到合作赛选搭档播出后，大家都说你是推拉专家、谈判高手，你如何回应？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有一个问题。好，在所有合作过的歌手里，你和哪位合作留下了遗憾？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？宋亚轩是个人。是个人了。最像人的人。宋亚轩是一个可爱的人。可爱的。哦，这位该说不说，就是轮也轮到你了，宋亚轩。行，没有铺垫。没有铺垫。首先大家都说南哥是冲在护犊子第一线的大哥，哪有，对此小宋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南哥说？回去也看播出了吧，南哥那次冲进去女队大骂，南哥要去内屋，那因为内屋红姐不在那边。哎，要摔东西、南哥不开心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欺负我们家小宋。南哥怎么还不敢一个人过来，他带了行、有南哥走。感谢南哥的照顾，如果下次有韩老师在就更好了。关键我们很尴尬的被轰出来了。我看了那个片段，你们三个真的很仗义。感动不？太感动了。好吧，南哥对大家的照顾是像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。没错，对。那雨下完之后就干了。那大家都说艺人宋亚轩是 I 人的小玩具，对此小宋有什么话想说？我不知道这个节目 I 人怎么都那么恐怖。这个节目都是反的，真是。节目是反过来，艺人很 I 人很艺。那现在还觉得自己是艺人了吗？慢慢变艺。慢慢变，差点意思。差点意思，差点意思。变异。变异人。好的，最可爱的弟弟。这里面这么暖和，我们为什么不在这儿聊心啊？为什么不在这儿谈心？你看我手冰呢。喂。啊。冰冰。你也太冰了，大哥。等一下，给你吃冰糕。哇，长大了，都能反。宋亚轩。那是谁？我也想请你吃冰糕。冰糕。最后一期他制裁我俩了。你变了。啥了？这才是他真实的样子。你最后录的最后一期，终于把你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了。哎，我怎么在这？你怎么在这？平时装的那种弱小可怜，其实每天都在欺负我跟周深。你既然来了，
啊，我得给回个礼嘛，啊，这么客气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不用不用，我专门来人家看。不，你都带了东西了，那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一定要拿着，一定要拿。不用客气，我跟你说，这个，没事没事，礼轻情意重，小心一点，没事没事，怎么还回礼？那我先忙完，我先回家。你不能白走，不可哥，哎呦哥不行，哥别那么客气，别。那你说，那我不让你上门了，以后你要不收走，别，来，别，哎，你这，哎呀，别。好嘞，喂，有人打起来了，这行吗？行吗？别，太经典了，这个别，哎呀，小孩子，哎呦，怎么又拿一个红包？别，怎么又一个红包？哎，没事，没事，这么又出一个红包？别，还不用。哎呀，别，你别。太经典了，这，互相的客套其实是也是过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对，所以，大家客客套套，其实心里都美滋滋那么就往说的，对呀，啊，对，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气氛，而且很多亲戚其实平时大家都往来见面很少，是的，过年更像是一个把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契机，应该算对一个契机，对，有的时候真的还是挺是的，挺重要的。小宋去别人家拜年的时候会表演节目吗？我真的很好奇，真的有表演。你小时候吗？每一家都会让你表演吧？应该也不会了，就那种特别好的亲戚。你都会表演什么？有一次我在地上打滚唱到，真的啊，真的，这样就生气了，不唱了是吗？是不是，这我不唱了，不敢打滚了是吧？真的吗？在地上表演打滚，啊？就当时感觉地板动作就很厉害哦。直接表演一个大的。其实当时在亲戚的眼里看来就是很可笑。那咱们最后就一起对着镜头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拜个年。好吧，来啊，我们孙楠、周深、宋亚轩给大家拜年，拜年啦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祝大家龙年大吉。